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四就约等于星期五要来了。我们要去吃一个很有名的披萨，然后订了一个 Time Bar， 就是一家很难约很难约的 bar。它现在是只有 tasting menu， 晚上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来了 ，Chase， 因为那个披萨店它只收 cash。刚吃完这个披萨，这个老板太热情了，他可能看到我在拍视频嘛，然后他就邀请我去后厨那边拍，然后还主动要跟我们合影。我不知道为什么纽约人就是超级爱吃披萨，有可能是很快吗？然后街边对好吃是很好吃，然后很方便，街边有特别多那种$1 披萨，就一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巨大的披萨。然后我们刚刚走过来这条路上就超级多人都在吃披萨。他其实有一个半小时的 lemon， 但他们也没有管我们，就感觉 experience 非常好，酒都特别精致，但是味道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就是它的元素很多，有的是 smoky 啊，然后有的是比较甜，有的是比较 flavorful， 甚至有一杯酒喝起来像羊肉串一样，就很神奇。色的也蛮不错的，我比较喜欢它的那个甜品的咖啡的那个，我觉得好好吃。我们现在要回家了，我又来哈森幼儿了，今天给朋友过生日，然后吃上次那家 Wild Egg。Good morning， 大家，我们今天要去滑雪，我超级激动，但我很紧张。我为了这次滑雪买了新的滑雪服，就是找个借口买衣服，我很喜欢，可以放图片上来给你们看。我其实想买一个全套的，但是那个全套都买不到了，全部都 sold out。碰瓷的啊，碰瓷的！啊，自己起来，自己起来。你先想想看要怎么 against the slope。你这样如果抖的话，对 ，good， pretty good。那边后撑一下，对。
我们滑完了，天哪，我太骄傲了，我竟然完整了滑到力道，虽然摔了两次吧，但是还是滑下来了，就我觉得自认为还蛮逗的，超开心。我们现在准备走喽。我点了一杯 pistachio latte， 但是有点甜，所以你们可以减一下这个糖浆。I get my hopes up every time, and I don't wanna be let down, need trouble to find. I just wish that...我们现在准备去看那个 Sleep No More， 是一个沉浸式的话剧，我超级期待。然后我们是7点钟的票嘛，但他说要早点到来排队。我刚刚就一直下午在看攻略，可以放到上面来给你们看，不知道里面可不可以拍照。我们6点半到的，就超级多人了。然后他要求你打 booster，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去这边现场测一下。天哪，他盖到我衣服上了。Replace your phone in the bag and put it on silent. Before you head upstairs, we're going to lock the bag for you. Should you need to use your phone, you can do so at the bar upstairs. However, outside the bar area, you won't be able to use your phone. It will be locked.我们看完了，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超级震撼。就它是3遍循环播放的嘛，但我们进去的时候有点晚，就它第一遍结尾的时候进去的。但是我们超级幸运，就进去之后就撞到了主角麦克白，然后我就赶紧跟上他，就第二遍的时候完整的看了一遍主线的剧情。他的主线剧情呢，就是麦克白跟他夫人在房间里面换衣服，就换参加舞会的衣服，然后麦克白的夫人去楼下舞池跳舞，就舞池里面会有国王啊，会有女巫，然后麦克白就在1.5层那个高台看着他跳舞，然后就很嫉妒。然后跳完舞之后，他们两个就回到房间，有一段他们两个跳舞的戏，麦克白的夫人就怂恿他去杀国王，然后麦克白就出去把国王闷死了，国王在睡觉。回来之后他手上就全都是血，全都是血，然后就跑进浴缸里面，就在那边洗。麦克白的夫人就帮他洗嘛，怎么都洗不掉。他洗完之后，麦克白没有穿衣服就冲出去，有一段献祭的戏，那个戏真的超级好看，一定要看。那跟蹦迪一样，它的灯光是那样一闪一闪的，然后音效也很好，就献祭了一个小 baby。那小 BB 还是女巫生出来的。跟女巫跳完舞之后，麦克白就去把国王的儿子杀掉了，然后最后的戏就是最后的晚餐，大家都在那个桌子上，所有人都死掉了嘛。对，差不多主线剧情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第三遍因为已经看过一遍了嘛，就跟了一下麦克白的夫人，然后跟了一下女巫，跟了一下国王，就其他支线剧情都看了看，就真的很震撼，就每个人跳的都超级好，他们身材特别的柔，反正总体体验就是超级超级棒，强烈大家去看，就上海现在也有嘛。然后一定要早一点到，早一点到的话就可以完整看3遍，就如果你跟不到的话，就可以下一遍的时候继续换一根。再就是超级恐怖，超级搞笑，真的吗？